咱台湾民间呢，那是迄个神庙落成啦，啊是迄个重修落成，或者是说大型的建筑物完工之后，咱一定要举行所谓的安龙谢土仪式。那安龙就是安置龙神，因为咱台湾人相信风水，啊相信这龙脉，哦，啊谢土的话就是感谢土地，啊感谢土地，因为你的建筑物是起在土地之上，所以要对土地要表示感恩啦，哦。那安龙谢土呢，用现代观念来看，就是因为咱伫起厝的时阵，咱伫这个起这个园区的时阵，我们破坏原来的生态，好，本来环境生态咱敢破坏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恢复一个自然，好，啊，所以其实呢，这上盖重要的就是对大自然的尊重大自然，然后爱注意环保生态，嘿，你别再破坏生态，要不然大自然会反扑，好，啊，所以用即卖现代观念，其实就是尊重自然，好。啊，若徛伫民俗嘅立场呢，就是讲咱一个建筑物要起好之前，咱吼爱予伊一个安置，迄个啊，这个龙脉吼啊，感谢土地吼啊，这是民俗，因为你动土嘅时阵呢，啊，这个是不是有甲土地公讲，还是安那？吼啊，若伫这个民俗顶关呢，你还佫拜地遗嘱。汉人进来到台湾才不过几百年啊，这个土地原来有很多的迄个史前人类啊。安排有真侪迄个原住民啊，啊，咱对因拢爱表示尊重，所以整个仪式最主要的就是尊重生态，尊重这里的原来的住民，啊，这是啊表示咱啊好，这个后代你感恩的心。那这一次我们在创作这个米龙的同时呢，做出了非常多的突破。第一个呢，是用这个花灯的形制呢，将米龙的这个龙头呢活灵活现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把这个八块厝的这个意境跟概念呢，代表这个群龙有首，神龙见首又见尾的概念。那应该是说九个弯呢。八个这个络脉的一个概念，那用这个络脉的概念呢，来代表这个八方的这个八块厝的这个意境。那借由后面呢，这个尾巴呢，它是竖立在中间的，也就是代表唯我独尊的一个概念。那米龙呢，我们特别呢，在这个爪子当中呢，就做了这个五爪的概念。那五爪代表就是帝王，以及代表是非常有权威性的，也就是说它可以镇守守护着这个八块厝，甚至是桃园整个大福面的地区呢，都能够平安稳健稳妥的一个意境。在我们龙神坛的这个主坛里面当中呢，是道教最高的领导者，我们的三清道祖。以三清呢当作是一个虚晃的境界，那它就代表上天的一种世事的感觉。那再到了第二阶段呢，是我们米龙呢，有一个长廊回廊的一个概念，那它就是代表这个宇宙星辰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式。那再到我们这个土地龙神下方呢，刚好分这个天地人的一个三个层次的这个坛城的一个概念。啊，个咱所有咱的中官贵宾哦，大家老早大家好，来热烈破晓，家己。
啊，我是主持人阿公阿福，今仔日非常欢喜来到咱八德厝民俗艺术村。其实，若讲到咱这個大胆啊，松林公园内规个公园的景观，依照咱的教育、环境、娱乐三个元素来做规划设计。其中，咱讲到咱的八德厝民俗艺术村当中呢，有四间的厅舍以及咱周边的景色都非常的赞。透过到咱的建筑修复再利用。这次仪式呢也非常特殊，也非常殊荣，我们就请到这个萧里玉元宫的玉皇上帝来到我们的仪式当中呢，去做一个监坛的非常棒的最高领导者的统御之神哈。上圣敬奉，请全体合十，行三客手礼，一客手，再客手。三客手，恭请圣驾。同时也请到了三元宫的这个三官大帝前来这边赐福赦罪解厄，那更邀请到我们殿柱呢，我们的这个福佑帝君呢，前来这边呢来做一个很棒的监坛的护法神。那禁主呢，在我们的传统宗教仪式呢，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守护神的一个概念。第一个呢，是让神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多加庇佑。那所以呢，就特别呢，请到我们玉皇上帝三官赐福。那再来就是地方的禁主呢，我们的福佑帝君呢，能够在这里呢，为我们多留一点这个恩典呢，在这个地方。米龙在开光之前呢，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仪式建构主片官，他必须呢是手上执鼓。那通二十四鼓代表我们这个宇宙顺序之间的这个二十四山，那这个二十四山呢，就是在我们这个罗盘经当中呢，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天地定位的方针。那请这个二十四山的这个龙神呢，回归到我们的仪式来去做一个完整的顺序结构的重组。特别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场域里面呢，有看到那个阿南道长特别呢有做一个撕咬剑的动作，这是代表说我们已经封剑了，这个剑呢是不随时再出来去做震撼的动作。那在这个部分呢是比较特为关键的一个仪式的转换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法师呢就会做一个赤笔开光的动作。也就是说，在仪式环节里面呢，有三个目标，一个呢是赋予当今的这个国主呢安邦定国。那第二支笔呢，是赋予孔子先师呢来教化良民。第三支笔就很重要，由法师来开龙光点龙眼，代表呢这个法师的地位以及他的庄严度，还有他的神圣度呢，是仅次于我们这个有教无类的这个孔子先师，所以他的灵验性呢就非常重要。在点下龙头的那一刻呢，
荣神呢就苏醒。张良心，张良心啊！安良义兄，何如其名？天官会散，结束尽忠，霸如定体，忠心张纯。哦。桃园市长郑文灿，文运耀显。那五方的龙神安正完之后呢，新的空间次序建构完，就不希望我有这些虫蚁蛇鼠来到我这个空间里面呢做破坏，所以法师就会手持这个桃弓跟柳箭呢来做一个震慑的动作。那也安良城好了呢，咱一般来讲也搁送别吼，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送走。啊，猪油呢，就是讲油啦、火啦、水啦，都是有洁净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扫除掉。这个地方以前发生过什么意外啦，什么有不好的东西在这里驻留啊，透过这样一个洁净仪式，全部都请他们离开。好啊，然后呢，把一些不好的灾厄啊什么，全部都把它消除了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对于附近的民众来讲，其实就安定人心。哎，我们已经把这些不好的全部都送走了，大家以后可以在这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。天地开疆，吉时开破，万事吉祥。天官岁初，林永年九月二十二日，吉日良时，风度佳祥。恭逢大中华民国，台湾桃园市八德区重庆街36号之一，众生一致恭祝桃园市八德处。明秀艺术村吉地花坛，可见庆祥安良社土，上达天恩良缘，下多高优尽情高平。用请八德处领导艺术村加油，安良社土上达天恩良缘。那园区在开幕的时候呢，那些比较咱民间的习俗哈，就是迄个爱举行所谓普渡啦，好、哦，那一般的民众都以为这普渡是在七月，其实哈、哦，凡是有大型的教典，哦，拢来举行普渡。那普渡的对象就是老大方好兄弟嘛，好、哦，那这一片园区以前是园区啊，啊，在园区之前它发生过什么事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、啊、我们都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。那有没有一些老大公好兄弟在这个地方驻留？
哦啊、所以呢，普渡艺术呢，对于附近的所有的这个没有人照顾的弱势族群啦、啊，啊，这了大方兄弟呢，我们要先安顿他，哦，啊，咱表示讲啊，咱即马只先起一个服务吼，啊，对恁尊重啊，所以呢，用普渡方式啊来给安抚。这个另外一个檀木的当中呢，由大师爷树立在正中央，那旁边呢有翰林院跟同归所。翰林院呢，是代表这些文儒之士，以及呢，他是这些有功以国封为神的这些三军将领、壮士、战士们呢所休息的地方。那同归所呢，就是因为有所谓的这些在这个无形境界当中呢，他们有一个地方栖息的。那我们做了一个同归所呢，是希望无形的这些好兄弟们呢，能够暂栖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栖身。等到我们下午呢，在做这个正祭普渡的仪式呢之后呢，请他们来到这个空间场所呢，接受我们的一个普施的动作。我们这一次在普渡的场域呢，其实我个人感到非常感动的地方是，把传统以及现代，还有一种尊与卑，精致的呈现呢，我们都完全带到位。虽然是场域不是很大，但是我们居然有办法做到那种建教的酬神教谢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传统的这个传陶。一直到后面呢，有一道吃跟一道看，就是有吃食的，有看到的。那中国人非常有智慧呢，他很喜欢借由很有寓意、有意境的一个概念呢，来诠释。就是说，我在有享福的同时，我也想到你们这些受苦的无形身众，所以也希望你们来接受我们对你的一种回馈跟感念，也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够跟我一样有办法普施需要我们赈济的。针对我们在地，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众生，他也曾经在这个地方，那有形无形，那我们也是要让他们能够吃饱，阴阳要怎样，都要嫉妒，明阳两立，对，明阳两立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普渡的地方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拜神明它的时间会比较长，所以说我们在选材方面，我们都会选择说食材尽量不要太容易坏掉的东西，或者能放久一点，然后兼具视觉上，就是说你不只光是味觉，还要考虑到视觉，因为一般人他会先从漂不漂亮再去研究，有时候它是一个装饰，增加它的趣味性跟可看性。然后有些菜的话，它会以季节性为主，然后再去搭配。因为以前的类似满汉全席嘛，它有譬如说108道菜，但是我们把它浓缩的话，有可能就是做36道菜或者72道菜下去，其中有包含大菜的部分，还有一些糕点类。就比照以前好像皇帝他在宴请一些宾客什么之类的情形，他的普桌部分大概就是36桌，然后他另外还有分熟食啊，因为我们这边算比较都市嘛，我就建议他们说我们用熟食的一些冷冻品下去替代，这样子刚好冷冻下去拜，等到拜好了之后，它刚好解冻，然后再由我们当地附近的里长去分送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那就等于达到就是说我们最大的目的，就是说第一，我们拜一些无形的众生，做点阴德，然后又做一点功德，就是说把这些食材给一些需要的人，食材不浪费为主，这样子。
这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要推广，就是说能吃的东西我们尽量就是说不要让它浪费掉。好，当然就是有些部分的东西也会造成浪费，但是已经尽可能把它减少了。譬如说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中间有那个花式的手工馒头，它虽然是馒头，但是我们用了很多苦心下去，就是把它做成就是说福袋的造型、元宝的造型，还有一些鱼的造型。好，它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馒头，但是能让人家看到说，哎，吃原来是一种艺术，它是一种升级版的艺术。所以说我们店一直在推广，就是说其实半桌它也可以很先进，它并不是像传统就是说啊一定是红吧，一定是怎样。当然它有以前旧的东西的好处，但是相对现在时代变迁的时候，我们要加入更多新的元素。民俗趣味呢，其实佛教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仪轨，就是在我们丢法石的同时呢，是不准僧人先捡的。但是道教呢，它在仪式建构的同时，它比较把人民的那种，他希望呢，寄生度死。老上过来耶啊，主啊，哦，我的主啊，他主啊，哦啊，主啊，要累，哎呦。所以我在度死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希望你们这些人呢也能够呢来听法师们、道长们呢在仪式的桥段当中告诉你怎么样忘去这种贪婪，告诉你这个人生的这些伦理道德，甚至是一种智慧的启发的概念。所以他就会借由这个法师的片师的时候呢，吸引我们这个民众呢前来去捡取，那这种就是有一种寓教于民的一个概念。那也希望呢，我们在仪式的转换呢，以及在传流、传演、保留这个仪式的同时呢，民众能够更贴近一种无形的智慧教育。那借由这个教育的传演呢，来去传递道长们以及民众呢，能够自我。第一个忏悔嘛，那第二个呢是找到自己人生当中的困境的大智慧的启发，那再来呢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尊长朋友的一种概念嘛。所以我们在经典当中就是希望你男归男位，女归女位嘛。那不管是你先来后到呢，都素无粉杂的要听从这个秩序的规戒，你才有办法得到一种人生或者是你未来的一种意境。因为文化这种东西就是需要不断的延续传承，好，然后现代人你一直用传统的东西跟他讲，他不懂啊，他只会讲说啊那个我阿公时代的，但是你用新的东西带入的话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原来我们以前的文化就是这样子，这才是我们的根，对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，
因为有些就是包含我们的宴桌神明宴，它其实很多就是带有吉祥话，还有代表就是说古时候的人，他因为生活品质物资的缺乏，他对就是说感谢天地什么的一个诉求，哦，包含我们今天所用到很多东西，他动用到很多我们的国宝级大师，还有艺术大师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广，就是说把台湾在地的一些东西结合艺术家、结合艺术人文风尚什么结合在一起，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推广嘛。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只知道说啊，这个在拜神明，他不知道说哎，他拜神明到底拜什么，或者说里面的东西大概的御涵嘛。因为从我阿公时代就在做，然后到现在就是前几年差不多家里就100年了嘛，然后100年他以前也有神明宴，只是以前他们没有像现在那么重视，除了说器具方面摆盘，现在人比较重视，加上现在的年轻人他很少知道，所以说换我儿子他下去弄的时候，他会尽可能有加入到一些现代的元素，哎，譬如说有麻吉之类的东西，它会有卡通造型什么的。第一它比较讨喜，第二就是能吸睛嘛，毕竟有时候人家进来会看到说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产生一个好奇啊，然后好奇之后进而会去研究说哎，原来以前它有这种东西。当我们要在讲自己的文化的时候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都太习以为常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身边的哪些文化是可以拿出来跟客家、跟原住民、跟眷村、跟马祖是有鲜明的，因为我们不自觉，因为我会觉得，哎，啊，这个平常是拢有的物件，对。然后我反而是大家就从这个过程中，大家一直，所以从刚开始我们，市政府这边办了非常多的交流的论坛。我们到各个乡镇去倾听大家的意见，大家想知道的闽南文化到底是什么，对，然后慢慢的去挖掘出来，比方说义阁啦，哦，我们的吃的文化，我们桃园，哎呦，原来桃园的这些漳州人他们有特别吃的某些的吃的文化，哦，慢慢的去把它爬梳出来，哦，其实它是定位为民俗艺术园区嘛，好，啊，而且呢，用伊的古地名叫贝地祖，啊，那我们的定位就是它是在地的，是传统的，然后是闽南的，好，那这样的定位呢是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不会在这里安排什么芭蕾舞啦、古典音乐演奏会，不会，因为这都是在地文物啦，好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展示的内容很简单，另外宗教信仰，啊，来六就是神明啦、神医啦、神啊，还有神像啦，啊，这些东西咱平时所拜，啊，桃园上最是漳州人嘛，所以里有开漳圣王啊啦、福晋将军啦，这个就是他们是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宗教信仰嘛，啊，过来呢有那个表演艺术方面，咱伫桃园上闹热的就是迄落北馆啦，咱伫这個每一年大戏啊，这个绕境的巡览是伫桃园。这里开张圣王绕境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听到那个锣鼓喧天的北管声音，哎，我们就把这些北管到底是什么，把它移到这里来，哦，南管呐、啊、北管，那、啊、它使用的乐器是什么啦、啊，哦，等，拢伫个遮练习。啊，过来，过去咱台湾的这里、个、传统偶戏，包括傀儡戏、皮影戏、跟布袋戏嘛。以前傀儡戏曾经在桃园非常的兴盛，而且呢，在戏院里边还有演傀儡戏，你要看傀儡戏还买票。对，你要买票才能看傀儡戏啊，低头红，哦，啊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唤起大家对傀儡戏的回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那头红嘛，有真侪歌戏班呐，好，啊，我们就从最早的落地少的，哎，本来歌戏是安尼，啊，刚才变成外台，啊，它的一个过程，哦，或者连小朋友也让景谢公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它本来就有的这些文化艺术，好，啊，而且呢，这物件连课本里面都没有。课本里面没有南管北管嘛，也没有说什么皮影戏、傀儡戏，而我们来这里，你认识
这片土地上，它原来就有这些文化艺术，所以这起规划这个园区主要的构想。所以我认为，信仰本身它就是一个仪式性的生活，对，那民俗呢，是因为仪式性生活中的面面貌貌，那是我们的民俗，对，那再来就是我们很重要民俗，很多人认为民俗可能只谈到宗教信仰，我们的民间信仰，而其实民俗的民间信仰里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馆，也是专门呈现的桃园很重要，比方说桃园人，我们筚路蓝缕，然后我们真的渡过黑水沟来到桃园这块土地，我们总会有一些家乡的神来保护我们，所以像开漳圣王啊、玄坛元帅啦、辅信王公啦、三官大帝啦、妈祖啦、观音佛祖啦，他们就保佑着我们，那我们当然就是呈现给他们说，我们世世代代，我们祖先来到台湾以后，我们也受到他们的保佑，来到了台湾，所以就会有一个宗教的民俗的部分。那再来很重要就是我们会有居住，我们居住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以前点来讲，我们去住红霞厝，还是讲大霞厝那种三合院，那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建筑的工艺，对，那这些建筑的工艺里面就会展现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园区的意象，就是跳西赖，就是一种全州式的燕尾的这种建筑呈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让人家一进来就知道说，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闽南文化的特色，所以那当然谈到建筑，我们就会有木雕啦，我们有一些我们砖砌啦，各种的技艺工艺就会保存在这里，那我们就会把它呈现出来。那桃园也有蛮多在地的文化资产，就是一些匠师的保存者也在这里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既然能够生存了，那当然我们总会有一些除了吃以外，闲暇农忙闲暇的时候，我们总会有一些要休闲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戏曲，我们要看布袋戏啊，还是说我们迎神赛会的时候，早期很多的顶袍都是我们自己村落里面自己组起来，为了每年一年一度的迎神，那我们基本上来，我们可能自己家或自己的村落就会组成自己的子弟戏班，所以以前桃园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子弟戏班，或者是石音团，或者是这些团体，南北馆的这些团体，那甚至有的还有自己的布袋戏啊，在这个地方做起来以后，然后就成为一个很完整，在从食衣住行娱乐里面去了解整个桃园的民俗文化到底是什么，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就可以真的是实实地地，而且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你实际去操弄的，对，像我刚刚看到那个皮影戏，对，大家也可以自己操弄啊，对，所以大家就有那种寓教娱乐，而且很多有互动的，结合这个现代科技，有一些互动的一些装置，让小朋友来玩过一次，我就觉得原来我的家乡是什么。然后就是说，我们抱着这种感恩的心，就好像面对大自然，我们心存感恩的心。所以说这里宗教跟咱的长闽文化息息相关，完全结合，那无这些庙会，无这些庙宇啊，我怕咱这些传统的艺术全部会消失。所以呢，透过这里园区，我们展示这些传统的艺术，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传统的文化。